今天你可以看到我的 setup 非常的不同，因为我们今天要拍 reaction video， 但是今天并不是要拍 react 抖音小学生小屁孩的那种影片。今天要 react 的影片呢，就是我自己。大家曾经是学生，对不对？那每一次年尾，学校就会办一次毕业典礼 ，for 那些毕业的学生。毕业典礼当然呢会有娱乐节目。而那个时候的娱乐节目，也就是去年2019年有被录制下来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是主角，我是那个戏剧和舞蹈的主角，吧。可是呢，我本人还没有看过那个影片，我只看了舞蹈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前面的演技的部分非常的尴尬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演，尬演。今天呢，就带着这个初体验，跟大家来看看这个影片，而是觉得很尴尬啦，就是我很不想看。二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到，哇靠！我那个时候发现到我原来是那么的英俊潇洒。我的头发也太飘逸了吧！啊，来了来了，够力啊！哇靠，我好年轻啊！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这样年轻？不错不错，还有人笑。四十我一点钱，快点！我四十我一点钱。OK， 整个戏剧的概念就是我是一个街头艺人，我要在街上卖身。卖艺不是卖身，我要在街上卖身，卖艺。然后呢，我是那个站姿不能动啊，那个黑白的那个艺人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台上这样子摆 pose 啦。可是我觉得啊，你们也太坏了吧！Hello， 这是一个悲剧啊！你给我笑是什么东西？我听到 background 有人在笑你，然后我就中孤立的，我就中霸凌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学校，一个胖子被霸凌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我的屁股！我的屁股，其实那个时候我摔得蛮投入的。在彩排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的屁股摔成 OK， 就黑青了。当时候摔的时候，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痛，我可以感觉到我屁股正在痛着。虽然他没有真正的踢我，可是他动到那个 OK 的地方，让我屁股很痛很痛很痛。你给我记住。OK， 这个时候你能看到我很尴尬的看着别人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其实是需要玩一些很重要的道具，可是呢，偏偏呢，我们的负责人呢，不是那位负责人，而是另外一个协助我们的人，他忘记了。哦，顺带一提，他是我爸爸。对，那个黑色人是我爸爸。我爸爸不要我了，什么东西？我的女朋友，那我虽然胖，我女朋友没有啊，就是戏里面的，不要讲吧，我讲吧，很尴尬，哇，很尴尬嘞，我被推了，我被 slap 了，我 fuck man， 都已经这样惨了。那么这样惨呢？我现在才发现到我原来那么的惨。我是，其实我那个时候蛮投入的去演。有了，啤酒，看到吗 ？Guinny 还是海尼根之类的。
耶，喝酒了，喝酒了，喝酒，我还看着镜头啊，好像是。耶，没错没错。呀，You sick, bro? You sick? 天，那个，你不要小看这把枪。如果你是 Malaysian，你是马来西亚人，就知道这把枪的威力到底是多大，你懂吗？但你就知道它的威力是多大。而这时候我要自杀嘛，因为跌入人生谷底，你还不自杀？没有没有，我开玩笑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观众们，看到吗？那个枪的威力，Malaysia，Malaysia number one，还有人笑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你们看这部戏的心态是怎样啊？还笑欸，有人 有人死掉还你还笑。呀，我发疯了。这个时候，好好，哇，啊，哦，我讲了我真名跟没关系。你在干嘛，小白？小白，那个尴尬的笑是怎么回事？哈，请问一下。我就掏钱嘛，我很有钱的。不错不错，a good shuffle, man, a good shuffle. 如果你懂，
关于这首歌呢，如果你有看过去年的一部电影，你就懂这是什么歌啦。可是我不想透露，因为等下中 copyright 我就不懂了。等一下，这 YouTube 这个影片会在 YouTube 上播，所以这影片可能会被 copyright。Yeah, yeah.我靠，也太假了吧！你拿了椅子都要干嘛？你放的，你放椅子也放的太不自然了。Yeah, yeah, yeah.啊，我要出来了，我要出来了啊！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我虽然胖，还是可以藏在别人后面的。耶耶耶耶耶！哦，看到吗？帅气的我。没有拍到我的。Hello， 主角嘞？这么久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个人吧。What the fuck？ 嗯，你会不会啊？你也太不认真了吧嘞！呜，哦，看到我吗？Yeah, yeah, yeah. 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所以我解释一下，我们在做一个。摩托车，摩托车，对，我们在坐摩托，可是可能是他拍的角度还是什么的问题，还是我们摆的不是很美，所以看起来不像摩托车 ，OK， 完全不像 ，I'm sorry， yeah yeah yeah， 哦、oh. ，yeah， 呜、oh.。哦，我摸哈摸很爽，这个时候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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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Yeah, yeah, it's a good. It's a very good, very good, good, very good, good show. Okay, you don't underestimate me, ah. Although I fat, you don't underestimate me, ah. Okay, ah. 如果你喜欢看这样的 reaction video, 或者是站着这样讲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靠北来靠北去的话呢，就赶快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让我知道 ，OK。
留言，你们要又让我知道，不然没有头绪要拍什么啊。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分享啊，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们看啊，让他们知道马来西亚多一个想要出名的小屁孩，所以就这样啦。好啦，我是小白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